全国名人烧香拜神，英年佐助就会闪烁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明哥，来吧，又是两个粉丝啊，带咱们刷这个地图，哈哈哈，搞得我可不好意思了，兄弟，我其实都不用动手，咱们就在这打酱油就行，因为我们动手的话，反而啊，我感觉会这个影响这个 boss 的刷的这个速度，对吧？毕竟咱们这个抗墨值啊和这个战斗力啊太低了，哈哈哈。这两个老表，一个是这个1000万战斗力，一个是1300万战斗力，哈哈，这过分啊，老表，你在这刷什么？你竟然敢这么跟我玩，年轻人，你有点过分，我跟你说，杀死了老弟，还剩6管血，他们两个战斗力还行，还能打，咱们过局打那就是天道嘛，对吧？兄弟，你看一个大蛇丸，一个这个面具男，我想说他为什么喜欢玩这个大蛇丸呢？就是可能虽然说这个大蛇丸是个五星的，他这个大蛇丸是个五星大蛇丸，大家知道吧？这两个人原来时候也带过我们，一个叫那个长袜子，一个叫资深，这个青锋肯定不是这个青锋，不过应该是名字一样的，就是反正是非常脏的意思，哈哈哈，那脏死了老弟啊，看这个出不出吧，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大家带呢？因为我希望出一个这个110级的装备，大家知道吧？因为我这个你知道吧，这个现在级别够了，但是抗梦不够，但是我想要，所以说咱得出，咱自己刷的话肯定不出，所以让粉丝带一带，哈哈哈，看到没，朋友们，一个叫面具男叫青锋，大蛇丸叫基老孙暴富，一个1000万，一个1200万。抗魔的话都是3万2，他不准备了，他跑了，那跑就跑吧。有一个带咱们的就够了，就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有一个带咱们的就够了，就。那这整的可不好意思了，整的是，辣掉的砸，辣掉的砸。啊，实在是过分的要死啊，年轻人！你这下子一弄，我的装备噗噗噗噗。全是金泽，一次出2个，我去，我咋整现在？我迷你的，万寿天音，金龙天神，我厉害不？我去，该死该！我去，真的是你们看到没有？我打的话会影响那个 boss，boss 刚才他的大招给轰了。其实是可以打到的，但是因为我们的问题导致这个小哥哥有点疼了，玩笑天宇，哎，大家发现没，这次刷的反而有点快，是不是因为这个那啥的意思？哎，去空技能，我真的是我真的是醉了，朋友，空技能还要再来一回，哎，这不出货，你这整的尴尬不尴尬？你说说，又来了一个900万的，那不出货，你说尴尬不尴尬？火之意志，波风离殇，这个是匹配的，这不是咱们粉丝，这是个匹配过来的，大家知道吧？匹配过来的，挺方的，说实话，人家都136级了，咱们才110，咱啥时候才能蹭到这个136呢？对不对，朋友们？辣掉真赞，在这帮老弟给我狠狠的上光能住，扭住头发直接上脸，辣掉真赞。战斗开始，我就不动了。天刀佩恩不行，我要看看天刀佩恩的这个动作。新罗天神，哎，我去你个老屌，这一个龙卷风差点把我秒了。啊，扔我也扔，我也开大。打住了。我去，天哪，而且打的还真是 boss， 就是这个伤害，伤害也太可怜了吧，我一个大招打了人家1厘米的血，哈哈哈哈，你笑死我了，老屌，我去。我去，大家看看我这个圈怎么那么大，真的！天哪，秒了！出来了！手镯，兄弟们！哎，我去，那个老屌，金色手镯！太好了，老公！感谢我秋风大哥刷的金色手镯，老屌，你真赞！给他说句话，老屌真赞，你在不在？说句话。他不知道有没有开语音。结束了，我这没次数了。出来个金手镯，老屌！感谢大哥，不刷了，下回，啊，就这样 ，OK， 拜拜。辣条哥呀，我操，我给退了，哎呀呀呀呀，我给退了，失误，人家刚说话，我给退了，给。重来，不算，人家给说话了，对不对？刚开始我以为他不说话，他给说话了，那咱给人家说两句，重新来。他进来还不进来？看他有他想说的，对吧，各位？
看他有啥想说的，这个老表实在是脏。我刚开始给他说话他没有反应，我都点了退出了，他现在跟我说了话。玩家处于非邀请状态，不要这样哥哥，你快进来老弟啊。哎老弟啊，你快进来老弟啊。完蛋了，又没进来，我们再邀请一次，再不进的话就没办法了。我们再来一次啊。快来老弟啊，邀请已发送。快来快来，对。老弟啊真脏，你想说什么？刚才我说了半天，不用打了不打了。说了半天那个你没回复我就退了。你没直播呀，我看你直播间。我看你没直播呀，这是那个计划呀。啊、对，现在没有，我现在刷一下晚上再玩。我现在是实在是憋不住了，我要一刷，结果最后一把第三把的时候咱们刷出来个金手镯啊，110级的。啊你晚上7点直播呀。啊对7点。啊行那你忙吧。OK, 感谢大哥刷的金手镯。退了。